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4月4号，也是我们的庆余年的最后一天了啊！今天刚好是游戏的第10天啊，我们这个号卖出去了，卖了2000，先把这里的东西先领一下啊，我们再把东西霍霍完。这些东西，哎，要不要成？有点小问题。哎，有人在打我们，飙车正在被攻击。这天下第一帮会，其实你说来就来，来控制，我们跳起来再给他控一手。小喽啰，你在这屌啥呢？还敢截我的标啊！说一下，我们正在运标，这些都是我们帮会的人啊。然后压标时间3分钟，压标进度76/77，这个是到7点钟就截止了，7点半就截止了，我们还有1分半，应该是时间刚刚够。加油，按着飙车！我这个活动需要手动开启，我开晚了，我7点24才开的。啊，有人吗？哦，有一个小家伙，87级。他只能是一个帮会的过来，对吧？一个帮会拉令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其实没有玩到这个精髓，这个精髓肯定是召集拉令，然后一起去揍，那样子才有意思。但我们现在，可能他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吗？反正暂时没有注意到我们。好，已经93%的进度了，马上啊，刚刚好啊！这你看右下角这个时间啊，7点28分59秒，最后半分钟给他运底了啊，很 nice。我们这个是排行第3的工会哦。OK， 搞定。然后那个小姐还说我是坑货，哎，我不服气。他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这打架呀？这个黎嘉玲很厉害啊，87级是吧？那我也87级，你战力才多少呀？咱们现在呢还是稳稳的，战力第一，跳起来一个控制。你别走呀！可惜，我们直接飞过去，再飞过去打他。这人好像走了，来篝火要开启了，我们先过去，然后进去先充值，今天是最后的充值了。然后今天的这个任务简单做了一下啊，所有东西都做完了。今天还有一个东西想要去做，这里搞这个经脉突破单吧。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个尖刻做完，这尖刻体力可以买很多很多。这我们先添柴，是我花100元宝添柴，一级获得龙弹力25个。啊，那么贵？我对你多好，还惦记你。这个活动呢是诗薇提醒我，不然我就错过这个活动了。录制了一个很精彩的活动，是一个3v3的竞技的比赛。然后在那个比赛里面，我们30个队伍，前面3把我全输了，后面2把赢了，但是很惨。这儿我们先揍这个人吧。但是这边人很多，我们就杀不过他们。刚才我用了很大的功夫把那个活动给录制出来。这儿打完一套就得撤，不然他们的控制技能就会连到我身上，然后这群人就可以把我秒了。我们就先撤，这就打一套就得走。就得要是这样子，这一套的这个技能很有问题，先杀吧。打我身上倒是不怎么痛。这个游戏刚才的那个3v3 PVP 让我很想念之前那个龙武的战斗，但是这个游戏做的很平衡。我们大概是多少战力？我们是，哎呀，刚才这个视频没有录上，我真的好头疼。而且我们充值也充了，今天刚才又充了200-300的样子，然后把战力拉了，原本是178000的战力，现在已经是183000了。而且抽奖也运气很好，抽到一个双金，就抽了这么一次就抽到双金了，我真的是很痛苦。上官晴儿，我这个技能应该换一套的。这个活动要抢这个箱子好难，过来，我再过去控制，控了2-3个，然后再来控。输出之后我被控了就得走，一个技能两个技能去甩你们谷雨，再来个技能，再来个技能吧，然后解控走，解控，解控走，走不掉了，现在能解控再走，然后就死了。这里再复活就需要这个大还丹，我们刚才是6点击破，这个活动我们就不搞了。我今天刚才因为传功的时候我就觉得比较无聊，所以我就没有弄。然后刚才还做了很多事情，带着诗薇打了下情侣副本，还打了下这个周长副本，那个本来很难的副本，我打到最后我都是满血的。这个今天没有录上实在是太亏了，不是一般的亏。这个游戏我感觉玩到现在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什么活动呢？一个是这里的武林大会，然后我们昨天已经拿到这个第一了，现在是啊，他又比我高一些，这个剑尊我们先匹配着，我们要把这个第一拿回来，先揍人吧。这一套技能我很喜欢，它的这个控制很长，刚才那套技能控制很短，贴两弹行，它就隐身了。哎呀，这控制没打出来，
是那么远的吗？完了完了，那我就一下很被动了。这个似乎键还打了我一下，这个家伙是有个隐身在这儿，他你想打我，做梦呢兄弟。好，他有隐身，那他要送了，抱歉越过了你，还差五秒，我们先跳。大哥，你怎么打不中我？拜拜！哇！哇塞！我要死了！好，这技能没有中，完，我没了。哎呀，这失败了，操，掉了79分。好，这不明觉厉，我刚在这儿输给了他了。他这个角色，有个隐身，挺烦人的。好，先解控，然后再来控。怎么还有段控？这个人隐身的时候好像不受控制，我这控制放完了。他这控制好多呀，根本打不他。又控我！我充那么多钱打不过这个不明觉厉，也是醉了，又掉分了。不明觉厉多少战力啊？才15万，我18万都打不过人家。嗯，好在啊！哇，这是七局5胜了，他还要来搞，那么倔强，很好，都赶紧快来给我送分。哎呀，他控制空了呀，大哥！这你也没占到便宜啊！嘿嘿，躲一个 ，nice！ 3、2、1、0，你没喽！走。拜拜，打一套就走啊！解控，还是要被打呀？你打哪儿呢，兄弟？不是很厉害吗？6、5、4、3、2、1、0，哎呀，好容易被控啊你！我的天，哦，好痛！好，赢了，连胜了5、6把了吧？这个分又打回来了啊！我好厉害啊！他呢，这个实力还差点，15万几，打我18万，还是不太行啊！这刚才吃了我的分，现在全都送回去了。
感觉我现在去打这个世界天下我也不怕人了，谁我都不怕，现在我对这个英雄掌握的已经炉火纯青了。这个人不来了，不让匹配了，我们先把草草图啊。哎呀，今天是亏大了，这个录制的特别，其实刚之前那个活动打下特别的精彩啊，比刚才这还要精彩，然后我被血虐，结果现在看不着了。挖掘给一个那个木头吧，啊，天麦奇遇给三个，这个也是赚的，但是我现在天麦奇遇那么多根本就不缺呀，给我一个广寒乌木，求求您了。来，哎呀还是没有，天天小姐姐是真的神了，五个里面她开出来了四个，我现在就开不出来。好，最后一个藏宝图就给一个吧，又是三个天麦奇遇，天麦奇遇狗都不要，再来抽，还能抽七十个，这好多紫色的，抽不到金色的了。这后面都没有这个金色的，你看那么多都不是金的，这稍微有点坑了。来升级，哎，一件防守还差了一点点，再抽两个，好，没有了。他现在还不让升四七七零，这里我分一个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就可以升了。好，加140，为了这100战力，加起来是真的难受。这里还有96块钱呢，我们应该先做一下这个呀，高级熔铸。这儿的这个高级熔铸其实给他激活也没什么用，主要是因为这个武器没有穿在身上，所以他右边的这个套装不会激活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个魂资是激活了的，这个我觉得不想搞，其实可以把魂资激活成这个穿云刺和五行术，但是这个超级的难。那我们先来做这个精炼吧，13级，差了一点点，再来把这些洗一下，18个，哎，不行，今天运气，哎，额外攻击 nice 啊，刚好刚想说今天运气不行，洗了个紫，哎，又不行了，哎哎，彗星啊，刚那个彗星可以的，木攻击用一下，水攻击，土攻击，水攻击，哎，金色的，我的天哪，但是它不是我要的，金攻击我就要金攻击，根骨 nice， 那彗星少了一点，难受。火攻击不行不行，火攻击再来最后一个，哎，金攻击 nice， 最后搞了个这个舒服。好，148,000，这个是真的难，这里这个可以选这个礼物和令牌，13个令牌呢，我看看这个腰牌，左边李云瑞选13个不就可以了对吧，刚好腰牌就可以升了，这个是15个都是15个，这个其实也可以升，升个这个吧，戒指，哇，他一次消耗90个令牌，消耗的有点多说实在的。那我们就刚刚好差了一个九花鹿，这里这个经脉突破单啊，其实可以去把这里的这个问客做完，然后呢估计还能再加个千马的战力。我们经验是多少，还没有到89啊，接着到89有点难，不然我可以考虑做一下这个决战神庙，这个东西还是有点小创意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号确实是得要卖了，也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哎，给了把椅子万户椅。然后刚才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抽奖，我说最后再抽一个十连抽，哇，万户的这个椅子，哇 nice， 这个坐骑头一次见，真能飞起来，哇，还有个降落伞，你看为了这个椅子还做了个这个降落伞出来，哇哇，这个星空拍摄本地保存，有败有败，这有点强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好的，所有的剑客咱们都搞定啦，来来来，经脉可以好好升一下了，可以爆升，这里升级你看有200多颗，希望能解锁所有的都解锁，5、6、7啊，好像不太够，完了，差不多100多个才能解锁一个，89，哎呀差了两个，如果这两个都能搞定的话就能再加个200多战力了，差了一点点。然后我们剩下的这个剑客因为做太多了，所以真的可以晋升，晋升应该有奖励吧，啊，晋升啊，可以了。然后图鉴这是加了27，别的也没啥，我们好像就得要到此为止了呀，踏青激情
OK， 这个东西领取一下，左边这个东西可以兑换啊，但不是很想兑换。这游戏还是有不少失误的，我今天真的很遗憾没有把那个东西搞定，就是那个录制没有搞定，这是25个金阳沙啊，15个我们去买一下，15个也不多嘛，能加多少就加多少，然后最后看一看这个战力差了多少。我觉得我现在具备这个实力是可以去揍他们的。哦，这可以解锁了，激活这个又加280，我的天哪，我这个好牛啊，人家都到90级了，我现在才这个鸟样。等下不是说还有那个5万的经验吗？还有5万经验的。哎，就是这个严冰云的别传，到时候还能再解锁五个碎片吗？这是五个碎片加50000的阅历，这个搞起来。我们尽可能把这些东西都弄得完美一些啊。今天，原本我是第二，对吧？那个武林大会我是第二，结果打到现在还是第二，不太舒服。但是后面要想匹配到人也很难。这个我感觉我已经会玩了，进步很大。所以也没有太大的遗憾，遗憾总是有的。但是我想说一下那个 3v3， 就今天没有录制上那个 3v3 那个活动是真的精彩，我打三个10万战力的我打不过，除非他们就很傻的站在一起，只有这样子的话我才能打过他们啊，否则的话他们每人来一个控制，只要这个控制是不间断的，一人控我一下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，然后他们三个人同时输出我，他们三个10万的打我一个18万的就很难受，我的队友一个是 4.5 万战力，一个是6万战力，进去就直接就被秒了，然后呢就只剩我一个人，就特别的惨。所以我感觉这游戏不是一个人的游戏，特别是帮派活动真的很需要很多人。然后我刚才本来想是说那个活动结束之后，我是觉得那个游戏这个游戏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大家可以啊，如果要玩的话，如果你都玩到五六七天了，一定玩到第十天看一看，第十天这个活动不错。想说的就这么多，剩下的再做完，我们看一下和第二名差距多少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累冲。哇，这个飞了就没有停下来，我这体力好 nice， 在这个副本里面体力好像是无限多一样，我刚飞的这好爽，直接就过来了。好的，严冰云这个就结束了，来别转领取一下5万经验到手，但是还是没有升级，我还想把这个境界升一下，我找刚才想看到那个丹去哪儿了，这黄龙丹够吗？好像买四个就可以，买四个试一下，来四个黄龙丹合成一下，好，有个九花鹿了， nice 啊，合并然后再合成，对吧，可以了，境界可以提升了，境界提升 nice， 然后90级才能再升了，又加了300，然后我的腰牌应该能再升一下，腰牌再升一点点，我们东西就都做完了。各位，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VIP 一共是充了多少钱，充了21500，哇还行啊，然后这里 V12 是57,V13 就是超过57就行了，是这样吧？哎，不对啊，那 V12 和 V13 是一起的咯，这有点奇怪，你看，哦，是这样子，我们现在是鹤城狼是 V11, 然后冲到30000到这个凤麟狼，冲到57是这个 V13, 就 VIP 就满了，但其实我感觉这个游戏你要花钱，可能一个月57就很轻松就花掉了，要是像我这样的花法，就是很轻松就花掉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躲藏，现在是8级。是不是7级？我的天哪，真是色呀，老色批，好可恶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别的排行榜，对吧？看一下境界，我们当之无愧。这个7品多少不知道，反正我很快就到这个8品了，对吧？就感觉修为差距直接高了第二名，22000，我的天哪，高他22000啊！然后剑尊也不行，这个竖琴我昨天还揍了他，就是在竞技场里面，好像就是下面那个竞技就给他揍了，他和我差别其实没有那么大。南陈潇潇也可以的，这些人好多五月黄昏不太爽，要是通过什么金钱利诱，对吧，把那边的这个高战挖过来几个，然后呢就真的可以暴走全服了，就不要很多人，然后也不要说挖太多的人，挖太多人这个就失去平衡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所以我们这个号就到这儿吧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感觉这个游戏算是一款我玩过的不错的仙侠，就是节奏太慢了，副本内容太多，这个可能不适合直播，但是视频剪出来，因为删掉很多做副本的片段，其实还可以。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庆余年到此为止了，拜拜，拜拜。